节快乐，送您月饼。员工如常招呼客人，不过空拍镜头拉远一点，这家便利商店竟然是悬空盖在与地面垂直的悬崖峭壁上，离地约120公尺，大约有40层楼高。绿色的斜屋顶搭配黄色墙面上“便利店”三个大字，外观很吸睛。该便利店内面积约2平方米，免费为攀岩者提供矿泉水，游客也可以花钱购买功能饮料，价格在5至7元不等。不到一平的小小便利店只能有一人顾店，其实它已经存在多年，地点位在湖南省平江县的石牛寨风景区，过去只是方便让攀岩者稍微休息的中继站，后来有人开始提供简单的补给饮料跟食品，现在成了大陆最独特的迷你商店。只是卖东西简单，要如何空出双手买东西，对游客是一大考验。它这个崖壁非常陡峭，有的地方还有羊角，所以我们都是轻装上阵，然后上来以后在这个上面能够吃到月饼还有饮料，觉得非常开心。悬崖上的便利店最近因为送游客月饼庆中秋，又成为大陆社群讨论话题，不少攀岩者慕名而来。店家说每天会把饮料跟食物背上去补货，主要是服务性质，并非是要真正盈利。 TVBS 新闻专访黄康琪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